我们现在走到了唐人街旁边那个比较大的一个商场，那个也是比较大的一个超市，很多，我们进去逛一下。这什么东西啊？糯米之类的吧，或者是年糕。他们广东那边年糕是年糕，对对，黄的，是的，应该是年糕。嗯，大礼包呢？杏仁饼，这是哪里的？澳门的。我想吃一个这个凤梨酥，84000。别算，过年了想吃就吃。我们来杨家达进光超市了。等一下，我再看看其他的。这些是糖吧？我看这种小小包的，哎，这个是卤料吗？哦，不是卤料，白果，然后香菇、海带一样的。果盘，糖盘呢？他们。这个真的是好。有点复古，你们先复古碰干，超市里就好多卖碰干的，他们这超市发现雅加达的椰子有点贵，这个我们先买，这么一点够了吧，够吃一顿了，可以，但是拿回去万一你要待得久的话，这不是我一会儿这么点时间，我们晚上怎么样都回去呀、啊春卷，这个是什么皮啊？春卷皮还是什么的？是春卷皮吗？还有馄饨皮，你要吃馄饨吗？云吞皮就是。这个饺子吧。饺子就够了啊。这些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是香蕉饼。我们两个人找了好几个超市找那个卤料啊，我找了半天没找到，然后我在这里边一眼就望到了。它也不属于这里的，它好像等着我来拿了。这个应该可以吧？就这一包好像。对呀、啊。它红烧掉应该也可以卤啊。我本来想用这种，茶叶蛋的或者肉骨茶的卤料卤一下了。你每次过年我们都会卤一点牛肉的，对，卤一点蛋。可以。这个超市是我们逛的这几个超市里面我觉得最好逛。那榨菜，你们选。榨菜拿一个。哎，没有那个的。乌江榨菜够了呀。这个也行。是吧，它这个超市又大，品类又多，摆放的整整齐齐，看着又很舒服。还有咸菜呢，这个确实这里有很多那个中国产的食品。再买点猪肉。这个不是猪肉吧？是啊，应该 pork 猪肉米，这个是。这个好一点，这个五花肉更瘦一点。你要煮红烧肉吗？那个红烧肉没有盖锅盖。看了这个好优秀啊，五花肉。还有一些香肠，这些也都是肉片，猪肉片，这块区域真丰富，这里的东西怎么做、啊、没有那个盖子，没有锅盖，就拉敞开了，用那个小锅也可以。再买点牛肉卤一下啊，这里都是牛排，这里吃火锅的火锅片，18000还是184000？这里的都不适合卤，都是就是那种黄瓜条之类的地方吧。好瘦啊。我再拿出来看一看。哦，这应该是牛腱子。多少钱啊？这是多少钱？119000吗？119000，算12000。哎，50多块钱吧，买吧，过年。是一整个柜子都是卖芝士的，芝士奶酪。再买一个几个鸡爪子，拿个10来个差不多了。这鸡爪子特别小啊。对。这里有包好的现成的饺子，还有馄饨、云吞。这些都是吗？内酯豆腐。应该是这个是。这个。现即食的。对啊，现在来到了买菜区，我也在找葱呀。这毛豆太大一包，本来小包的可以买一包，做个盐水毛豆，看看有没有葱啊。
手臂香蕉。看到没？啊。这个也太大了，这是我见过最大的香蕉。这能吃吗？早半天早冲，李明显，这个会不会太大？包饺子？对，嗯，这里已经菜很新鲜了，李明显，这些菜，这个是野葱还是什么？闻一下是什么味道？像这个我都不敢包饺子。要不你弄这个切碎一点，怎么样？嗯，我上次在那个超市就发现他们这里的薯片很贵，就膨化食品都很贵。我以为我看错了，它居然真的89,000，这么一袋就40块钱。然后下面那个9万多，这40多了，这个。他们这膨化食品真的好贵，我看乐事也是。为什么呢？一盒的长条的，一盒的也是40多块钱。就上次我第一次逛那个超市，我就发现，我当时一晃眼，我以为我看错了嘛。难道是不让大家吃这么不健康的东西啊？怕你们发胖。对呀、啊，是有没有这种可能？但他们这里吃糖吃的这么厉害，逼不得已啊，我们自己买一个锅铲，那个没锅铲实在太不方便了。他也没锅盖，算了，我也不给他配锅盖了，带不走，这个能带走，塑料的。有没有更便宜一点？突然发现它上面有那种活的。对，它这里有这么大的石斑鱼，然后还有龙虾。龙虾多大的？好大。270一斤。这还能动吗？好，当场在算钱。多少钱啊？主要是在他这个单位实在太，这只真的很大，你看。这一只大螃蟹才80多块人民币，其实我不知道我到时候怎么处理。龙虾、螃蟹都有了，再来一条鲳鳊鱼啊！哎，把那个碎冰给弄掉。啊，这个感觉不新鲜啊，试试看。这个小吧？嗯。大一点的，你看。用夹子夹呀，用手拿干嘛？那可以去洗的。这个虾拿了2只。泰国来的？不是，本地的也是。哦，本地的也是这么大的。这个太小了。这个好。不要太大。不要太大的好是吧？这样怎么样？行。好、啊。不过它这个大岛明显散了肉。对啊，肉散了。这个还好一点。嗯，这样的。鱿鱼，2个差不多了。就炒点西兰花就行。嗯。那你等一下记得去拿西兰花大一点拿两个。嗯。还有木啊。哇，这个草莓好好看啊，粉嘟嘟的，价格也是挺好看的，105万多。我在这里真吃不起这个草莓，吃不起。看到这些装饰啊，忍不住唱歌了。辞旧迎新过年来，江灯结彩过年来。又买了100多万的。147万。嗯。150多万。从超市回来到公园，坐车坐了2小时10分钟。路上太堵了，我没看到过这么多摩托车，急死了。我感觉我本来已经算是，我觉得我算是见过世面的啊、哦，就是交通这方面，在雅加达真的是重新让我认识了什么叫做堵车。害怕这只螃蟹死了。我一直在担心的路上，还好经历2小时10分钟，它没有死，还活着。你直接放冰箱里去啊。嗯，明天再做嘛。嗯。